壁这边有三台新干线。这个。我操！400，400这里。好。走走，这里。嗯，我们去欧萨卡一起，好不好？走，小心啊！我们没睡着了吗？起来了，我们睡着了。我们现在去坐电车到 Kyoto， 可以吗？京都八号坐快速，八号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哇！亚内。嗯？亚内，亚内。哇！哇！好，妈咪可以压了。红色，对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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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吗 ？Kyoto 駅，京都车站。哦，嗯，好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去 hotel 哦，在那个。都可以知道他故事卡旁边，走。你看这里有一个 Kosota de Owen 洗水池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可以使用哎，吃饭，然后 Junior 换胖子哎，可以在这边换胖子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小小的，哪里可以换胖子啊？全部都一样的地方吧。是哦，酷哦，还有一个电视哎。弟弟不在，我们不用换胖子。等一下哦。我看哦，这样子，好 ，B， 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 ，OK， 哇，好漂亮哦，好帅的。佐賀の線梅小路京都西駅
这边是京都铁道博物馆，原本很漂亮啊。好，我帮你搜一下。胖达库洛西哦，你是想坐这个、啊？坐这个去看胖达？坐胖达去看胖达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我再给你，我们要出站了，走。那边你先逼啊，你先放进去啊。可以啊。走。没有了。哇，你看 Kyoto Tetsudo Hakubutsu Kan，我们今天是来这附近的 hotel 睡觉，对不对？没有开门的。你看，我们要去，然后我们要去的 hotel 应该就在那里了，很近吧？哇。The Royal Park。我们第一次在京都住 hotel， 对不对？你有吗？没有。这个门好酷哦。走。这是什么？酷卡酷伊啊。还有个门。这边也一样。一样的。哇，真哦！这个是他说哪里啊？阿妹有很大的大浴场哎，可以去洗澡的地方哎。你看他这边给你画画的鱼，旁边是殿下，旁边是殿下。上面。上面这个也是五、啊，要 B， 好五 ，OK， 528。爸在哪里？我爸到了最后最角角这里。好，弟弟，不是让你逼，用卡片逼。好，哇 ，Go！ 你看，我们今天订的房间有没有很棒？那什么？哇 ，N700 两台耶！你看，两台。帮你脱鞋子了。一，你看这个什么东西？哇，这里是什么 ？N gauge 耶。哇。哇。哇，然后呢？哇，你看墙壁。哇。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咪，我们要不要来入目自然一下？要吗？要吗？好，我们先脱外套，完再入目自然。等一下哦，妈咪，让我们在京都第一次入目自然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这边是门哦，哎，这边有个小门呢，这是什么门啊？你打开一下吧。这里面什么？哦，厕所。厕所如何？哎，厕所蛮干净的，透透的。嗯，不错哦。然后这边你看一个小洗手台，很可爱。然后呢，旁边这里呢，哇哇，这边有干净的卫浴，这边是洗脸的地方。然后你看，它的好漂亮哦。这边是洗澡哦，可以打开吗？哇，你看，很干净哎。里面有一个小，不错，这个大小刚好哎，这个浴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出来这边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两个挂衣服的地方，然后中间是一个保险箱，可以放一些危险东西。下面的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
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很像烫衣服的，可是它没有写。对啊，应该是烫衣服的，它还附一个烫衣服在这里。然后再就进到房间的部分，房间的部分很酷哦。这个床你看，它的这个床垫，这个是新干线的 N700 新干线，然后上面呢也有两个新干线。这个是什么 ？N700。哇，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没有东西啊。哇，然后枕头是 ZOK， 然后你看它的墙壁，墙壁这边有三台新干线 500K Dr. Yellow 跟 N700。 哇，旁边那个是什么？好酷哦，头雷印美术馆的，你看有还有呢，绿色的电视好多，绿色电视也有。哎，我们刚刚有做这些，哎，环状线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库洛西欧，你说什么？你要看哦。好，刚刚哪个？还有呢？哎，旁边这个胡须啊，绿色，好多。库洛西欧在哪里？这个是哈鲁卡。N700。这个刚刚看到了，沙大棒的。那还有放一个这个，哎，你看。这边还有这些小模型，这个是什么啊 ？JR 哈鲁卡，哎，还有这个胖达，哎，胖达 Doctor Yellow， 妈咪想要做胖达啊，然后好过来这里，你看，这里有这个可以让你玩电侠的，哎，这个是用它的电视，这边有教你，等一下会教你怎么可以开车，哎。我们洗完澡，我们来玩开电侠好不好？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当温电鼠？温电鼠妈咪，是不是？然后这边这是什么？是拉开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边是这样子，哎，你看不到吗？等一下，这个里面是一个热水壶，然后三个杯子，然后有一些咖啡什么的。就在这里面，可以把它盖起来。然后下面是冰箱，你看冰箱有没有东西？反了吧，另外一边。没有东西哦，没有东西耶，那也没有东西。好，关起来吧。然后他送了两瓶水之外，我们这次订的这个房间，因为它是新干线，然后专门为小朋友，还有另外准备这个。好可爱哟，喔，小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是妈咪的拖鞋，然后呢，牙刷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些套路毛巾，这是妈咪的，另外吉吉的，好，这个很，这是妈咪的啦，吉吉在那边。好了，然后你要不要看外面？哇，一张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对面就是车站了，五妹扣几，然后那边是京都铁道博物馆，可以看到 ZOK 哎。然后下面有人在溜冰呢，哇，电侠来了！早上我们可以看电侠，哎，好棒哦！哇，那什么东西？魔力の京都，没有看过的电侠，哎，好酷哦！さあ、さあ、行きましょう。右手、左手、左手、